好，那你就说他，你最喜欢他的哪个？哪张就是什么杂志啊，或者是这些个或者是工作室发的这些个照片，你觉得你最喜欢哪张呢？哪个造型，哪个照片最喜欢？哎，我一下子忘了那个叫什么，但是他应该是在，也是去年7月还是8月发出来的，就是他穿着那个叫什么当红，那叫什么那一套，哦哦，那个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，就是那个黑西装，对吧？然后后边是那个红的，是那个叫什么美宝莲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一线当红，对吧？是那个广告的那个，我有点具体忘了名字，但是应该是你说的这个。这是什对，么但东是西？我觉得他挺多造型都挺好看。嗯，工作室。特别会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特别会。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正宫气象，你看，你不觉得是吗？就是那种，对吧？就是特别正，就是特别这个雍容华贵的那种啊，感我觉觉，得。对，是，是他是吧？有这个叫什么淡定，但是又一切尽在我掌握的感觉。哈哈哈哈，对，就是这种形容，就是。特别端庄，嗯，感觉特别端庄，嗯，好，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啊，我去把它再找回来，你有没有，喜欢，比如说喜欢海哲的哪个太太的哪个产出你特别喜欢啊？有没有？你要具体说的哪个太太，我就说不出来，因为我就是随便翻一翻看一看。对，我说不出具体哪一个，但是我觉得都挺厉害，牛人都挺多就挺厉害的。哎呦，就跟的。你说，每次有稍微有一点点动静，不管是爱河的有动静啊，还是他 ins 有动静啊，或者是还是就反正有折圈里的一小点动静，马上那个产出就像潮水一样，你知道吧？有画而且，画的、唱歌的、剪视频的，然后写段子的、做表情包的，都我没的有隔天！几个小时，有的时候我对觉得对，那就个是基本上源就头是。刚出来，马上，怎么就有了呢？对，马上那个 Q 版的就画出来了，你知道，而且画的就特别可爱，就是那种手速，你都不，我都觉得他们好像是那种提前沟通好了，说我要发这个啊，你赶紧画，你赶紧对，画，你画好了以后，我发出来就没过半个小时，啪，那个图就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每次都是震撼我，对，啊，我觉得确实有才的海哲太多了。你看这个画画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但是对呀，对好呀，像就是是。在他们手上就很轻巧，哎，一个半小时什么的，就就是出来了。你那个感觉就是会者不难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对你来说就可能就是千辛万苦或者怎么样的对，还做不好，人家那个会的就啪打一下响指就出来了，就是特对，别很的，神奇，是呀，而且就是。还有很多风格，就是同样是一张画，就是有 Q 版的，然后有那种很写意的，油很写画，实的，对对，对对各对，种各种，水我觉粉，得很厉嗯。害，很厉害，真的是很厉害！我的天呐，厉害到你都已经记不住到底都哪是一个谁？太太，都是对，都谁是做谁，都是大的？牛，都是首页大版牛。这都很厉害。好，那个你最喜欢他折言折语里说的哪一句话呢？我现在突然间脑袋里头想到一个，就是他当时参加中韩梦之队的时候，有一期是就是大家砸蛋糕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砸蛋我好糕，像然有点后印象，就是他每个人都要把脑袋从那个框里头伸出来接那个蛋糕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你接到的越多，你对分儿就越多。飞然后越呢，多，对，然后到中国队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女生就是砸蛋糕，哎，是女生不是女生，而是那个男生砸蛋糕的时候，他是往张哲瀚这个方向砸的，结果张哲瀚躲了，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张哲瀚刚才躲没躲，张哲瀚说我这个是条件反射，条件我反现在射就想，躲了一下。对，我现在想到就觉得太可爱了。
哲瀚，你刚刚说实话，你躲了没？条件反射。条件反射，一下子想躲了个，就是这个，躲了蛋糕。对对对，因为大家是要拿这个蛋糕得分的，然后他条件反射就躲掉了，他还很理直气壮的，我的条件反射，我觉得特可爱。这个如果有机会，你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话呢？嗯，我希望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其实这个话应该也不需要我对他说，我觉得他自己就是也知道，或者是他也正在这么做吧。就是我希望他不要灰心，然后有些事情不要太记挂在心里，就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往前冲，因为就是爱他的人永远都会在，然后希望他能够做自己，然后不要管太多就是外界打扰到他的声音，就是或者自己放松沉淀下来一段时间之后再发力也都可以，我觉得他怎么样都好，都可以的，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他做得很好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、就是、对，没有必要太有负担，就是做自己就好了。尤其是最近你能明显的看出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情绪什么都不一样，对对对，都是越来越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调整，我觉得他调整过来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不需要我说这段话，他自己都、就是越来越好，就是他自己做到了，和你说这是两回事儿。我们还是要说的呀，我们还是要说的呀。对，就是如果说真的能够让他听到，就是海哲发出来的声音，我就是希望他能够知道，就是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已经做得很好，已经很完美了，对，他已经做的，他已经很好了，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负担，反正往前冲，他往前冲，就是爱他的人、支持他的人就会跟上。就是这样、就是、是的，其他的不要有太多的顾虑、好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，那个你最近准备在我们的这个海底世界做些什么事呢？有什么打算和计划吗？我其实前段时间就是也不是前段时间，就是从三间出来之后，然后就开始跟着三间看书看电影、真好，是不是真好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、但是对对对对，这一周什么情况，就割割了，他割割了割了割了很多周，哎呀，已经管他叫姑姑了，我们都要管他叫姑姑。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状态吧，我希望张哲瀚跟我们一起保持下去、就是多看点书，然后多长点知识，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才艺，是不是？那就增长知识。哎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就是你，就是现在这种这么浮躁的这种时代哈，能静下心来看书，都是不管是看什么书吧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看书，都是值得坚持、值得称赞的好事情。对，就是闲下来看看书吧。跟着他一起看看书，然后看书的时候也想一想、他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心境，因为他不是还是很多，对，还是很多读后感的嘛，对，一起看一看、嗯、是一个挺好的感觉。很好很好，行，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都问完啦，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？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？想跟大家说的，别再卷了，别太卷了，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只会越来越卷。就是这是你的美好的愿望，你可以说，但是是做不到的。我就觉得就是各方面都卷的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包括什么？大家平时说好的姐妹呢？说好的姐妹就是拔刀吧？对，拔刀也是姐妹。就是各方面，真的各方面都卷，画画的就跟画画的互相卷，你知道，做视频的就跟做视频的互相卷，唱歌的也是，飙高音的，我的天，还有我们这个群里还有跳肚皮舞的，哎呀，我的对、就是、甚至你别说产出，就是连就是叫什么购买能力都很卷，哎，都很卷。我就刚想就说这个话题不太适合，但是连氪金粉都卷，互相卷的厉害，我的天！我想说就是别卷了，就主要是这个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
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就买不很不到容易，对。哎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你知道我真的给他，买了，已经买了好多东西了，但是我现在那个爱盒的那个购买记录还是零，因为我买的所有的东西，全都是靠着别人帮我买的，就是我自啊，我也己进是。去，我自己进去都抢不到，因为那个我。咱们这边网速慢嘛，等你进去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没了，然后就是求爷爷告奶奶，求人家帮你买一个，然后比如说他买了2件或者什么的，可以让给你一个呀。还有就是，求爷爷告奶奶的，到处去换人民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人民币全都对，是我觉得硬人民通币真货，的是人民币很真重的要，是个是。障碍。我对啊，人民币现在是硬通货啊！我就那会儿，我上一次替有一个姐姐买了一个那个茶，买了一个就是那个白毫那银针茶嘛，然后替她买了那个茶，然后她说她要把钱打给我，我就特别小心翼翼的就问她，就觉得自己这个提法特别的不合理，但是我一定要去试，我就问你可以还给我人民币吗？就是那种，我就说我不想要美元，美元我自己有，你可以还给我人民币吗？然后他说好好，我让我国内的亲戚给你打人民币，我当时就喜心翻倒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人民币太，哎，太不容易了。硬我也通是，就是货，我的天，现在就都是硬通货。我人民币花完了之后，我有的时候朋友问我，你要这个吗？我就想说，天哪，我手头上真是没有人民币。我对要是我，有的话，我就能鼓起勇气跟他说：“你帮我抢。”但是对呀，我对就呀，又没有，我就有的时候又不好意思跟朋友说：“你帮我抢。”因为抢还是挺花精力的，他要很多，好像要自己抢完之后，然后再回头再帮我抢。对对，哎。我是最，其实当时最厉害的就是那个海哲的那个首饰帽。我那会儿真的，因为是第一次开麦嘛，又不知道是多少件，就是而且又有那个海哲的首饰，就是属于那种志在必得，买不到就不行那种。然后当时真的是就是3更半夜把国内的人，因为他是晚上，对，他每他次是都晚是上我们卖，睡觉的时对候对，开他晚始上上架。他晚上卖嘛。然后我那个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的白天，但是我就是在国内人的那个半夜，因为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卖还是怎么着的，就真的3更半夜把人叫起来就求说你能帮我在一个微店下个单吗？然后我国内的朋友都傻了，说怎么了？这是要买救命的药吗？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感觉说，说这是出了什么事儿？然后一听说要买帽子，说你这人疯了吗？这人疯了吗？很然缺后。这顶帽子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都不是说光把他叫来，然后还把他的那个，把他的哥哥嫂子也都叫起来要帮我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哎，也是挺一不个容易的，很奇特的经历哈，你以后想对起来也是很好玩的。，once in a lifetime，对呀对呀，总是都要经历一下嘛。对，好吧，这个好，我们这个要向大家大喊一句，虽然知道也没有什么用，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，就是不要再卷了，对，别太卷。给大家留一点余地好了。好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就做完啦。欢迎这好，个小 L 来我们的访谈，我们今天就结束了。好，谢谢你。